是歌手黄伟晋，那我推出了我的全新单曲《北极光》。那这首歌听起来虽然好像感觉有点忧郁，但其实它是一首很正能量的歌，希望大家可以仔细听听看。然后呢，上次狼王的题目，我今天就来帮大家解答。第一题的答案是：书房里的盆栽总共有一株。第二题的答案是古老电视机的牌子是 Panasonic， 有点雾，有点雾，希望大家猜得到。第三题的答案是隧道中总共有一个人而已啦，其实就是一种故弄玄虚。答对了吗？只要有参加我们这次活动，然后有言，然后并且答对的人呢，我们都会从中抽出总共八位，可以得到我的签名拍立得。然后也恭喜大家，因为这个影片播出的时候，这个活动已经截止了，恭喜大家。那最后呢，还是要跟大家宣传一下我的北极光，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去点阅一下我的 MV， 然后让这个点阅率冲冲冲冲很高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很开心。那希望这次阿呜，这不是狼人杀之大家来找茬，大家来玩得开心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北极光，谢谢。三个资讯，然后我还有三个资讯，我有点听不太清楚，我希望大家还有点搞不太清楚，可以麻烦大家请，可以麻烦大家从不是请，不要请从。上次狼王的题目，我今天就来帮大家解答。第一题呢？Yep. 然后呢？上次狼王的那第二题的答案是，